HH 第三世多杰羌佛艺术诗词歌赋欣赏，不畏惊涛探龙潭。HH 第三世多杰羌佛是我们这个世界唯一被认证的佛陀，也是历史上第一位真正按照佛教的最高标准显密圆通妙安五明展显了实际的五明成就的巨圣，也是除了释迦牟尼佛之外，在全世界唯一拥有政府行文颁布佛陀日的佛陀。由于是整个法界教主多杰羌佛的真身降世，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是整个佛教的最高领袖。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是这个世界有史以来真正体现了无私圣品的巨圣，是第一位只义务利益一切众生，不接受任何供养的巨圣。第三世多杰羌佛获得的奖励和荣誉多不胜数，例如美国首都华盛顿市市长行文宣布2011年1月19日为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日，并号召人们向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致敬。美国国会兰托斯人权与正义基金会发表公开信，推崇广受尊敬的佛教领袖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对世界人类的杰出贡献，并支持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为提升人类的道德文明，增进美国的繁荣富强，促进世界和平所做出的不懈努力。2011年2月，美国国会全体参众议员和主持祈祷的美国基督教最高主席发邀请函，请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作为宗教领袖参加由奥巴马总统亲自带领美国行政、立法、司法三权独立的最高首长们和宗教领袖举行的祈祷早餐会。不仅如此，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还获得了由美国白宫总统亚太裔顾问委员会主席代表布希总统颁发总统金质奖章，由 An International Salute to the Life and Legacy of Dr. Martin Luther King, Jr. 颁发的国际服务及领袖奖 King Legacy Award for International Service and Leadership 以及参议员、众议员、州长、各级政府等颁发的56个大奖。更为显著难得的是，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荣获2010年世界和平奖最高奖，并于2011年6月14日在美国国会接受了世界和平奖最高等级奖的颁奖。而美国国会参议院在2012年12月12日用无记名投票全票一致通过第614号决议，正式用 HH 加冠于第三世多杰羌佛，确定性质并表彰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的成就和对人类的贡献。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依法成为合法的世界最高佛教领袖， HH 冠名身份。HH 第三世多杰羌佛艺术诗词歌赋欣赏，不畏惊涛探龙潭。船放三峡流，雄风和浪头。众客惊潘安，我自泰然州。